其实在茫茫人海当中，今天能把婷婷认识是一种缘分。你是那么的招人的稀罕，在你的眉眼当中透出了几分让人又爱又怜的那种感觉。然后我虽然是只癞蛤蟆，但是我却有想去吃天鹅的那种心态和勇气。然后你会嫌弃我是一个癞蛤蟆吗？你会嫌弃我是一个癞蛤蟆吗？不会啊。不会吗？如果就我这样的，你会有机会，就是说能跟你就是一起，如果可以的话，一起去逛泰国，一起去澳大利亚，一起去日本。你还没得女朋友吗？真没有女朋友，因为我们太忙。还有一个，其他的都我都不太喜欢，我喜欢我们重庆女孩的那种爽朗。我不是重庆。是家来自哪里的？四川。但是你在重庆已待了好久。待了很久啊。在重庆已经待了很久，已经渐渐习惯了这种感觉。为了你，我愿意去做那个潘耳朵，好吗？能给我一个机会吗？婷婷，你是最漂亮的，你在我心目当中最漂亮的。OK。我导火线很谢谢你。好，我能轻轻的吻你一下吗？就一下下，胆子有点小，轻轻的，脸庞好吗？就脸庞好吗？一下嘛，不要害羞。你是那么的美丽，对，那么多圈，那么多，我几万人，好吗？来，轻轻的一下，好吗？是不是有点小激动？小鹿乱撞没有？没有，越来越，来转过来看我，你是那么的美，现在面若桃花，心里面是不是有点小激动？有点，有一点是吧？接下来时间我们共同努力打造一个不一样的生活。愿意做我女朋友吗？愿意做我女朋友吗？能跟我交流，能跟我给彼此一个机会吗？如果愿意的话，看着我们的屏幕，我也了解，给我们一个点头好吗？好吗？ OK， 来转过来看着我们的屏幕，给我们点个头好吗？点了呀。就一下，别害怕，来加个微信吧，好吗？可以。等会儿，找一下。我现在有点紧张了呀，我怎么说话？说话有点语无伦次呢。原来这个手机，我的天哪，手机都拿不住了。你能帮我弄一下吗？我有点紧张，真的有点紧张。真的，你扫我还是我扫你？都可以。啊，我扫你。哎呀，瞄不准，哎不，哎，小溪，然后你通过一下吗？等等，通过一下，这是我本名，我给你发个表情。干嘛看这里？看这里 ，OK。今天和你们互动特别的开心，最后跟我方便，你穿的是裤子还是裙子？方便跟我合个影吗？我需要跟你一个特殊的合影，我要跟你送个礼物，好吗？人家闺蜜都说没有关系了，我要跟你合个影。太多了，我不好意思。就一下啊，合个影，我要跟你一个公主抱，好吗？就三秒钟，没有，我抱得起你，我要挑战一个极限，好吗？哎，宝宝，不要拒绝我，好吗？你不要拒绝一个正在对你好的人，来，把手机，把那个线拿我一下，好吗？线，懂啊我。抱得动，一定会抱得动，我跟你讲，我跟你讲，为了喜欢的人，我肯定。
来，今天婷婷，由于工作的原因啊，我就不能再更多的时间。然后今天你们两个闺蜜在一起，我能闺蜜我能说一下吗？我能哪天我能单独约她吗？啊，能。能吗？非常感谢，我觉得闺蜜你是特别好，特别好。